这个是台湾人发明的煮鸡的方法吗？对，没有。哇！有吗？像你一样吗？很 juicy 吗？是你。你在做什么？爬树。好消息，我们有个自创品牌叫曼森，目前有卖一些优质的台湾茶，来自南投和花莲。茶的种类包括不同风味的红茶、乌龙茶、金萱茶、汉堡种茶。现在网站上面可以购买，我们还有提供海外的物流。希望你们喜欢，谢谢。这是童仔鸡的台式口味，有葱姜，然后这里蒜。现在要加这个的调味料，酱油，这个是要做两只鸡的分量，米酒，甜味炒手，蚝油，盐巴，白胡椒。现在要腌这两只鸡。先把它磨一磨，再把料放到肚子里面。It's a messy job. Yep. OK, 我最后再把那个这里下面的酱倒到这两只鸡的肚子里面就好了。可以装袋子，然后腌过夜。是什么口味的酱？胡椒鸡口味。我们是用胡椒虾的调味包调味这只鸡，所以就是胡椒鸡。我们明天再拿出来烤。明天见，拜拜，拜拜，拜拜。嗨，大家好，我是老友啊 ，Steven， 这是我的朋友国庆，他有带他的太太舒文，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他们两个侄女，一起下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坦拿鸡。坦拿鸡。好，好像有三只鸡，一个要用烤的，两只要在外面用。糖啊。糖啊，对对对。OK， 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好，拜拜。Yeah, 预备好了吗？对。Yeah, 好，我们开始。我们现在要做配烤鸡的沙拉，然后这个在帮我的这一位是沙乐。沙乐，嗨。嗨。欢迎欢迎。谢谢。对。沙乐在洗菜吗？对，在洗生菜。等一下，我们要把鸡插在这个米酒瓶上面。OK。然后有一只鸡，我们要磨。蜂蜜，请问一下这个瓶子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我们有装一些水，让它不要太干。这个是台湾人发明的煮鸡的方法吗？对，比较简单的，然后又可以吃到那个汤阿给。好 ，OK， 对，好插上去，这样是吗？对，哦，下去， okay. 好，压下去吗？好，对，好，蜂蜜，好，所以这个是台式的，可以对。它的皮比较会脆，哦，是吗？对，这个蜂蜜加上高温度的火肉 caramelize 就会脆脆。这是用烤的，那我也加。你要我按摩吗？好，我的手是干净，我刚刚有洗。那整只都要按？好，按摩一下。头也要吗？有人会吃头吗？可以可以，会。按摩一下，从头到脚。这个鸡现在要拿去烤。我们要在一个汤阿给里面放一点菜，在它的下面的锅子就可以变成一个汤，所以放一点红洋葱。等一下再加水，对不对？对。好，红洋葱、玉米笋，看起来很好。然后它的鸡油就会滴在上面，人间美味。然后葱，耶，看起来很好吃哦。这样，好。Adeline， 你今天这么忙碌的时候，你还在抓时间做什么？做康普茶。对，还是过一段时间就要再做，所以今天
非做不可，不然会断货。对，这个不够，所以我现在还在泡红茶。要加一点水，等一下可以试试看会不会变成一个汤。这只鸡好像开 party， 这只鸡会不会太孤单一点？它哦，我们吃原味。对，它吃，它还是会很好吃。现在要把鸡拿出外面烘干，先给它晒个太阳是吗？晒干。Life is a winding road. Good job, girls. No telling where it goes. 谢谢，谢谢。国庆初吻的宝宝，公主，她几岁？她一岁。一岁。好棒，你要干嘛？我在画。好。这里。爸爸，那这里就不要，然后我们把它弄在旁边。对。好。我知道。那个 mulberry tree 也可以烧的。够了。OK 吗？那你就旁边要开始丢一些干的香蕉叶吗？对，香蕉叶，来吧，来煮起，真的。要试一下，小心，这要开始了。这个，那么难。哇，你们好强！哇！哇！拍拍手，厉害厉害！要害人是吗？先拿一个。国庆叔叔，你怎么学做这个？我是看，也是看那个 YouTube， 是吗？Olivia, Joanna， 你们在吃什么？蜂蜜汤。好，谢谢。这是板 bread 还是醋？哇 ，Joanna。谢谢。你要喝水吗？是。喝水好不好？这样子要不要？什么？哦，那你打那个 baby， 你用什么？哇，然后可以，然后就放另外一边。嗯，这个哦，这样已经可以了，因为现在火比较大。可以，它吃起来刚好。嗯，对，两个小时。就现在。哇，没好。哇，什么回音？对呀。哇哦 ，big fire！ 哦，快了，快了！哇，中！啊，厉害，厉害！喜欢吗？喜欢，喜欢，很累还是喜欢？我们的烤鸡好了，看看怎么样？刚刚涂了厚厚的蜂蜜，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哒哒！哇！有没有？哇！哇！有吗？哇！不错不错不错！哦，好香！来了，维凡尼。哦。可以。You okay？哇、wow, ，Good job， 国庆厉害哦。
可以，谢谢你来，感谢主，感谢主，成功了。是胡椒虾的汁，我把它倒进来，等一下就可以沾着吃。看起来很好喝。对啊，看起来超好喝的。这里有煮一个红萝卜白萝卜汤，然后我把这个鸡高汤再倒进去。哇，太满了，没关系，我这里捞一下。看起来很美味。真的很美味，你看。等一下给它滚一下哦。我们现在在玩的游戏叫 Dutch Blitz。1、2、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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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就是 so good 人就结束了，是可以让这个业绩结束。78, 9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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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去喝一下，刚刚好，你要不要喝？嗯哼，你来的正是时候，好不好？很好喝。那我们来把这里 N 水跟葱丢进去，全部对，丢撒上去。好，非常好，再来。好，谢谢。把这个鸡给切开来，我们就可以吃了。这个很多汁。Oh, look， 还好。你看，第一，这里有一个 chicken oyster， 就是解剖的人可以吃。有。嗯。Thumbs up， 可以啊，很好吃。像耶稣，谢谢你今天能够跟 Steven 一家能够一起做他给，求你让我们吃得健康，洁净桌上的饮食，让我们能够等一下的交通充满欢乐。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好，谢谢你来教我们做同阿给。不会不会不会。Brother, brother.Elizabeth， 你肚子饿了吗？很饿，想要吃刚才剥好的汤阿给，对不对？对，汤阿给，汤阿给。要吃长沙拉，每个都夹一点，也好吃。沙乐，你饿了吧？对。现在两点了。对。拍谁？拍谁？没关系。还没有警告你，就是每次来拍影片就会。很晚才吃，没关系。沙蓉，你也饿了吧？有一点。两点吧。谢谢你们。台湾饿了吗？非常饿。宝宝来，感觉爱吃buffet。哦，谢谢，这盘是我的，对不对？开玩笑，开玩笑。台湾，你的盘子在哪里？盘子在这里，就是我现在要帮你。帮我吗？弄一盘。对，你这么爱我，要不要吃鸡脖子？你这么不爱我，给我好吃的部分。OK，Bethany、okay. 舒文，你们饿了吗？超饿，所以拍谁拍谁，折腾啊，折腾啊，值得，因为可以吃到美味的鸡肉。你的食物好了，亲爱的 Adam， 谢谢。不客气。那还有鸡，对不对？嗯，美味。沙蓉，你有吃鸡肉吗？有。吃那个胡椒的还是台式的？你觉得？好像是台式的。怎么样？那个肉有没有熟？它很嫩，好吃，很好吃。国庆怎么样？不错。是吗？对，这次有成功。谢谢你啊！不会不会，有成功。我拍影片就是要自己来哈。好好，就是会辛苦啊。好，我自己来，自己来。小时候会这样子烤鸡吗？还是？小时候没有烤鸡，小时候是烤韩鸡。是吧？韩鸡。对，长大之后。住在都市也没有地方可以烤，是对，所以来这里烤，来这里烤，谢谢你们来。
我没事，因为我不会，所以你们来我才可以吃。没有没有没有。亲爱的，饿了吧？非常饿。看，很好吃。哦，你有沾汁吗？我刚刚有沾一点那个鸡那个胡椒鸡汁，油油的。我要吃喽。好。嗯，超好吃的，然后配一点 NC 酱油，让手不会脏。Chicken, where's your chicken? Where is it? Chicken over here. Is it 好吃？ Say 好吃。亲爱的 Joanna, 鸡如何？好吃，很美味吗？很美味，这个脖子很嫩，这个我已经吃完了。哇，你吃那么多，亲爱的，你吃出来什么味道吗？有一点碳的味道。真的，大家都很安静，大家很好吃。安静的吃，非常的安静，就是表示食物很好。你们觉得鸡怎么样？很好吃，很好吃，很 juicy。夏乐，你吃什么口味的？台式的。台式的，喜欢吗？喜欢，好吃。太好。好，其他的人呢？形容一下。很 juicy。很 juicy 吗？很有汁，很有味道，很有味道也很好吃。三只鸡够不够？我们全部的人。应该够。应该够哈。OK， 也谢谢你们预备那个沙拉，那个。配菜，谢谢。沙拉洗菜洗到不知道几天。是吗？是。Sarah 在吃吗？对。好吃的鸡吗？对，很 juicy， 也有很好吃，也有很多汁。很多汁吗？像你一样吗？很 juicy 吗？是你。是我很 juicy 吗？对。很 juicy。OK， enjoy your lunch. Love you. Love you. 帅哥，刚刚你在剁那个竹子，对不对？嗯，你现在的手形容一下，手臂、肩膀有点起水泡，是吗？嗯，手上，嗯，所以下次绝对不要帮忙，对不对？没有，可以试试看，只是要中间休息一下。哦，还是我们找手套，对不对？对，会比较好。所以你出来工作流汗，手很酸，嗯，生活会不会觉得一切都值得？都值得。OK， 太好了，太好了。亲爱的 Bethany。刚刚我们在拍那个锁骨，上面有培训你拿着鸡，很重，对不对？对，后来玩游戏就会发抖，很酸。而且爸爸一直叫你抬起来，对不对？放低、转弯什么的，对不对？对。爸爸对不起你，没关系。好的，享受你的午餐。嗯 ，OK， girls， 慢慢吃。亲爱的，我要怎么吃？你用你的手，我有戴手套。刚有洗手。对，把这个拿起来，然后这里有两个酱。OK。一个是 NC 酱，一个是。要沾的还是就直接淋？放上去。好，手都是干净的。嗯、放上去，然后咬一口。汉堡的概念。哇、wow。很有味道哈、哦。碳烧味。Flavor explosion。好吃。对、啊。这个是 NC 口味。对。sauce 吗？嗯哼，加上那个有点炭皮的味道，那个竹炭，好吃。国庆，感谢，感谢你，谢谢你来。这个鸡皮，我大家一起吃。好吃。所以结论就是要找很厉害的朋友来你家帮你煮很好吃的东西，就比较轻松。一起煮，对。很多小孩很热爱。那个木头的柴火，嗯哼，就很好，把他们的 energy 都用掉。嗯哼，然后等一下再来吃烤棉花糖。Sharon、Ella， 你们在吃什么？喝汤。对。很烫吗？很烫，上面有一层油，所以就没办法吃得出来它的那个鸡的那个味道吗？还是都是超烫？没有味道。很香。鸡汤哦。充满味道。清甜，很健康。嗯哼 ，Great. Say love you. Hello. You want to talk? You tell us. You want to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Really? Jesus' name. Amen. Say see you later. Yeah. Say bye bye. I think she.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国庆、舒文他们全家还有他们的侄女沙荣和沙乐来我们家。这个汤啊，可以真的很成功，谢谢你们。不客气，不客气，真的很好吃。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主内的家人，真的很感谢神。好，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我是老罗 Steve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We could climb every mountain, we could swim the deep blue sea, we could cross every desert and come back again. We could go any distance to chase down every dream, we could reach all the stars, but in the end, I know where we belong. I know a place where we can go.你在做什么？爬树。爬树上面有东西吗？有，有美国花生。